玻璃心是什么意思？玻璃心，网络流行语，字面意思指内心太脆弱、敏感，极容易受到伤害的人。进一步衍生意义为，别人不经意的玩笑话或打趣，都能使他受到伤害。胡思乱想、玻璃心的人带有强烈的自恋情节。除了与生俱来的人格特质，在家庭教育、成长经历、社会导向等都会影响个人的心理素质。尤其在童年、青少年时期，有些孩子缺乏长辈的肯定，得不到精神层面的满足，不能切实感受到自己是被爱、被关心。这样的孩子长大后，倾向于从外部获得安全感、归属感，格外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。在旁人看来，这就是脆弱敏感的玻璃心。